哎，这只小猴子在干嘛？他怎么在偷狮子的肉呢？哎呦，这狮子没追上他，这小猴子也太坏了吧！妈呀，他又来了，这次他没跑了，被狮子胖揍一顿，都打到地里去了。这个小猴子也太调皮了，他又来偷吃狮子的食物了。这次你得小心一点。哎呦，他又拿走一块肉，这把狮子给气的，但是狮子跑不出去呀。其实我是一名动物饲养员，这个大象说它渴了，来来来，我给你接点水，今天我让你喝个够。哦，你别着急，我来了。哎呀，这只大象竟然嫌弃我给它接的水少，那我重新再给你接一点，你别急你别急，今天我一定会让你喝饱的，来来来，快喝吧。大家都知道大象最能喝水了，今天我把你的水给接够了吧，你看它多高兴啊。这园长又让我来喂鳄鱼了，我最不想喂鳄鱼了，喂鳄鱼太危险了。哎呦，我得抓紧把手拿回来，好险呀！这次他还要吃肘子，来来来，我给你端一份肘子，你千万不要咬我的手啊！听说上个饲养员就被鳄鱼给吃了，哎呦，我怎么越想越害怕呀？哎呀，手抓紧拿回来，好险被这个鳄鱼咬到。这次他还要吃香肠，我得小心一点，我可不想因为喂个鳄鱼就嗝屁了。哎，这什么情况？完了，完犊子了！鳄鱼大哥，你把我的手还给我呀！哎呦我的妈！Ha h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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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a!